被称为国际章的章子怡，在娱乐圈一直都是很受欢迎的一位女神。如今娱乐圈中没有哪位年轻艺人能够比过她，一直以来在很多人印象中的章子怡就是很成熟而且很有韵味的。但是章子怡是一个气质比较清冷的女神，气场太过强大，是一个很难亲近的人。其实章子怡并不是刚进入娱乐圈就是这样，她之所以会有如今的状态，也是在娱乐圈经历了很多，有了时间的沉淀。作为一个非常成功的实力派演员，章子怡的人气和热度这些年也一直都很高，只不过现在的章子怡让很多人都觉得气场太过强大，很多人都难以想象如果章子怡变得很亲和会是什么样子。事实上章子怡还真的有过这种状态的时候，刚进入娱乐圈时候的章子怡就是一个非常清纯的邻家妹妹，那时候的她只有17岁，看起来非常的清新自然，还没有经历过娱乐圈的复杂，只是这种甜美干净的笑容在如今章子怡的脸上就再也看不到了。曾经她是一个笑容甜美的邻家小妹妹，但现在她是一个气场强大的女王。当然不管是什么状态的章子怡都有很多人会喜欢，只是不知道大家是更喜欢曾经的她还是现在的她呢。